知道山神秘密秘里坎坷，不知道凄风苦雨岁月蹉跎，我知道干水苍茫江水险恶，我知道腥风血雨宽涛怒波，相约在红旗之下再燃篝火。寒风凛冽，大地萧瑟，你在哪里？我心中迷茫落寞，星星之火戴向涛呢？戴向涛不在这里。那这些共党应该就地枪决吧？这个不用你操心了。带走。是。哎，什么不用我操心了？押哪儿去？监狱。走。这儿。走。走。早有准备啊，下回要立功啊，动作要快一点。狗白眉绝不屈服。顾祝同和邱祖龙约定，谁抓住小分队谁就拿回指挥权。这一次邱祖龙又失算了。跟着我干嘛？让我们直接把衣服穿上。搜了，没有通知。但是那个人，戴向涛本人。我知道，先押回监狱吧。是，押回监狱。是。是胜券在握，你堵住共党的去路，我们大功告成。可你跑了，怎么回事？吕宋，这真不怪我，是那王子明骗我的，说那个周月亭已经把那个共党给抓出去，我在这待着也是下耽误功夫。我一看那时候您也不在了，我就去找您了，我后来我也没找着。我不想要你几斤几两，信不信我现在把你送上军事法庭？看到时候邱祖龙保得了保不了你。王子明走着瞧。撤。慢走啊，走。隐蔽。你不信我，你可以问弟兄们呢。我会问王子明的。
做，咱们接下来怎么办？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。什么？周月婷把小分队的人抓了？看来这小子是真的要投靠老蒋了。司令，他不是您安排的人吗？以您的地位，把他废了不就完了吗？哎呀，来不及了。幸好还有戴向涛，关键的时候他能起作用。请您放心，你们狱长呢？他病了，我替他当差。监狱安全措施怎么样？您放心，我这儿是有进无出。好，打破惯例，把我抓的人不分男女关到一个区。明白明白，李座，里边请。平时注意军容军纪啊。您的房间已经安排好了，这群共党就交给我来处置。好，带吕座回房间。你向您这边讲，这边。快点走，别磨叽，快走，快走。同庆监狱，这个人间地狱。将会让小分队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出事儿，你们是咎由自取，关我们什么事儿？既然都落了，咱的账是不是得好好算算呢？算账，那就现在算呗。那咱们就算算吧。哎呀！哎呀！
你们俩先走，别磨叽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大哥，那怎么办？ 弄死他！我的是机会。李总，这监狱安全。以前不安全，现在不一样了。啊？为什么？以前这里是由地方管的，后来一个重要的政治犯跑了之后，就军管了。小分队也想从这里跑出去。 那比登天还难。好啊，李总，这是狱长办公室，以后咱们在这儿办公吧。哦，这回小分队都抓住了，要不全杀了吧，一了百了。 要杀不早杀了，是。杀杀杀！那接下来咱们怎么办啊？先审孙富贵，虽然都抓住了，但是图纸在谁手里还不知道，先确定一下审讯方向。是，属下这就去办。哎，再多提审一个，免得富贵暴露了。哦，是，我跟二物也交代了。 富贵跟别的主要成员分开调查，做得好。是。同庆镇，我来了。魏国，到。这是同庆镇吗？这是同庆镇。 刚才在镇门口看见牌子了，李总，咱们来同庆镇干嘛呀？你看镇长把这住的地儿都给咱腾出来了，你说咱们来干什么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小分队在同庆监狱关着呢，咱们得盯紧他们干什么？咱这么一问一答的，是不是有点傻啊？哎，打探去啊？是。 嘿，吃上了。哟，大哥，有一阵没见，长得是越来越俊了啊！放到这里边，我们报仇的机会来了。 小娘们儿，说你呢，叫陈子轩那个，撞过这人也几个瞧瞧啊！来来来，撞过来瞧瞧！哎哎，是爷们儿吗？是爷们儿冲我来，调戏女人算什么本事？叫什么叫？说你呢，敢动少奶奶？说你呢？不到这地界。 还敢这么硬气，小心把你当娘们玩了！有本事大娘，你当爷们出去了，我看我不打死你！三娘，你够资格吗？你就是块肉，大块头，灭了他，这块肉归你了。有他，我都行。十个你也不好使，有本事出来！前面大哥，你冷静。 走，都走，躺着，走。等我出去，出来别躺着，等我出去。打我，快点，打我，躺着，躺着，躺着，走，快走，快走。小大哥。
必须想办法，必须想办法，别管你了，咱们必须想办法出去。这帮人在监狱里待的时间太长了，都成了畜生了。你别往心里去，咱没必要跟他们一般见识。子轩，剑门大哥，只要我们心里有一杆秤，不管地动山摇，咱们都巍然不动。你放心，那些脏话不会进我的耳朵的。真不知道，这小南跟戴阳涛这臭小子，他们现在怎么样了？少爷，少爷还在外边。少恒，少恒，哎，少奶奶，你少爷没事儿啊？少奶奶，你也在里边，你怎么会知道他不会有事儿？你少爷猴精猴精的，阎王爷他不收。说的也是，那希望观音姐姐、玉皇大帝、耶稣基督保佑他。傻孩子，观音姐姐、玉皇大帝、耶稣基督，他不是一家子。你闪开！我不拜你这只瘟神！你伪装成村民，把戴向涛安置在监狱附近的村庄里，监视他的一举一动，随时向我汇报。保证完成任务。邱子荣的面喊白狗子，是不是有点过呀？您不是说不能让他知道我的身份吗？我这也就是做了点掩饰。图纸在谁那儿？我找到地的时候全部都被打散了。我分析陈子轩应该妥善地把图纸都安置好了。现在这个图纸有可能在小分队的任何一个人身上。可惜啊，就是没在我身上。那说明什么呀？说明你不被人家信任，任务没完成啊。我让你回小分队多长时间了？有什么收获吗？你这样，这次是个机会。杨建邦应该是小分队核心成员吧？我把你们两个分到一个牢房，尽快拿到图纸。哎，李总，我这是应该受点刑啊，显得英勇一点。要回去这帮人谁能信？为了党国利益，
你就委屈委屈吧。应该的。波儿啊，你说你啊，净叫我为难。你说我要是不打你吧，你过不去小分队这关。你说我要是打你吧，我这心里啊，真有点不落人。胡子，嗯，你知道我们进特务连第一课学的是什么？什么？就是受刑。辛苦了，兄弟。哎，那我随便给你弄点上，糊弄糊弄他们得了。真干成了，比我这当副官的有出息。擦擦汗，嗯，注意身体素质。嘘，还有，我这都要走多久了？抽空把这装备换了。等兄弟我哪天要是升了官发了财啊，我就请你吃蹦豆。蹦豆？图纸真的是够不择手段、丧尽天良的，你不觉得你这么做很对不起良心吗？我也没办法啊，是你们逼我这么做的。你自己好好想想，是人重要还是图纸重要？啊，好好想想。严刑拷打下，有的人不能坚持，会把图纸的秘密说出去，那就糟糕了。我得想个办法呀，咱们得想个办法保护图纸的安全呀。子轩，图纸到底在哪儿啊？Thank you.
富贵大哥，你放心，图纸在戴向涛身上，应该不会有事的。 子轩，大哥，你醒了。你救的我。这是哪儿啊？我睡了多长时间了？这儿是李家坳，村里的人都管我叫大牛。我是昨天路过沼泽地的时候，把你给捡回来的。 你都睡了一天一夜了，谢谢你啊，老乡。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但是怎么就捡回来的？哎哎，你可千万别动，你昨天流了好多血，我好不容易才把血给你止住了。那个大哥，你是干啥的呀？咋还有枪伤呢？你还是别知道的为好。 免得连累你。李总，事情还是没什么进展。别着急，会有进展的，总有水落石出的时候。是。孙红贵那边怎么样？他最近没来得及提审他。 找个理由嘛，提审一下。是。林大刀，有什么消息吗？陈子轩说，图纸在戴向涛的身上。戴向涛呢？我不信。 我会求证的。李总，其实我也不信。陈子轩说图纸在戴向涛身上的时候，手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肚子。我怀疑图纸就在陈子轩身上。那你的意思是说，图纸在陈子轩的体内？那怎么着？还要开膛破肚啊？万一没用呢？ 不用，我有个更好的办法。李总，已经按您的吩咐在陈子轩的饮食里加了泻药，但是排泄物里并没有发现图纸。是。 子轩被提审了，也不知道怎么样。你没事吧？坐会儿。该死的败狗子！简梦，哎，你怎么突然把咱俩关一块儿了呀？要我看，肯定他们觉得。 咱们两个人的革命意志是最坚强的，把他们关在一起，是想逐个击破他们。怎么？我在想，就凭子轩的聪明才智，他肯定在被抓之前，就把图纸都秘密转移了。肯定是的，因为进来之前经历了严密的搜身，他们一无所获。哎，简爸。 你说，要是子轩告诉咱们图纸在哪儿，这样咱俩在咱们心里不就有底了吗？在审问咱们的时候，咱们就可以避重就轻。毕竟，现在在这个革命队伍里，值得依靠的只有咱俩了。有道理。等以后有机会。 我肯定会让子轩告诉我。
老穆，我们现在还得想办法出去。但是，咱们一出来，就暴露在了狙击手的枪下，这可怎么办？啊？那咱们就先想办法，把狙击手给干掉。这太难了。其实我们完全可以不用干掉狙击手，那边有一个通道可以绕过去，那里是狙击手的盲点，他们看不到我们。不可行吧？你说的那个通道，那个地方是通向周月亭办公室的地方。具体走哪条路，我们到时候再定。我刚才观察了一下，这里的兵力部署，里面外面加起来也就40多人，问题应该不大。那我们先抓紧时间，摸清楚他们的行动路线，还有时间规律。现在如果外面没有人接应我们的话，那我们很难出去。吕座，这次踏实了，图纸肯定到手了。你可真幼稚啊，这可是块硬骨头，咱们得用钝刀子慢慢磨它，要一步步来。先是疲劳战，蚕食他们的意志，然后是酷刑折磨，对他们各个击破。那然后呢？我自有安排。你们俩出去，把门关上。子轩，让你受苦了。咱们终于有这么一个安静的地方，可以好好谈谈了。其实现在的形势你也清楚，无论你们的大部队还是你们的小分队，最终都会被击溃，都会被俘获。现在我能为你做的，就是你把图纸交给我，我用我的能力，让你们变成平民，安安全全地离开这。我跟你说过多少次，图纸不在我这儿，就在蒋涛那儿。子轩，你会把图纸交给一个吊儿郎当的人吗？我能信吗？你可以选择不信。子轩呐，你这个态度就，这就选择对抗了吗？我在这个地方，有很多眼睛在看着我。有些程序上的事情我必须得走，你这不是让我……你就醒醒吧。我正好免得看你这副表里不如一道貌岸然的样子，令人恶心。子轩，我都说过多少遍了，我始终是要保住你这条命，我始终在为你着想的呀。为我着想，为我好，你杀了我父亲。两军交战状态，那子弹哪有眼睛啊？你不是射了很多伏击要我命的吗？行行行，好不容易见面又吵，现在什么都不说了，只有一条路了，就是你把图纸交给我，我让你们安安全全的离开，这总行了吧？没有图纸，刘宇不会给你。好，李总，这接下来怎么审他们呀？图纸最有可能是在陈子轩和穆以言那儿。得从他们这打开突破口。
先摧毁他们的意志。那最常见的办法就是疲劳战术，几天不让吃饭，几天不让睡觉，这一般人可受不了啊。你选上穆玉言的试试。哎，哎，那杨建邦怎么办？我另有安排。是。这一打盹就醒，一打盹就醒，这都一天一夜了，还有精力跟我绕圈子吗？小子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共产党人不是吃素的，有什么你就来吧，我等着你。哼，行，骨头够硬，接着来吧。子轩，完整的图纸你到底放哪儿了？安全吗？戴阳涛、小南，你们可千万不要来呀！这位妹子，瞧你这花容月貌的，何必要毁了自己呢？你在这儿不吃不喝不睡的，我告诉你，在监狱里没人能扛得住这一关。我劝你还是招了吧。先对你下手，你也别蹬鼻子上脸得寸进尺啊。几天了，你回去告诉周月婷，她真是白费心思，你让他别派你来，你这是王叔两个击败你，没安好心。行，那你就在这儿耗着吧，啊，看你能耗几天。是炼花之人呐。说正事儿。哦，是。周月婷在审讯共党，对两三个共党用过刑之后，就把陈子轩带进去了。审了一天一夜，到现在还没出来呢。审了一天一夜，为了什么让他费这么大劲？我觉得这个周月婷对小分队的人肯定是另有目的。还用你说？王委员那边有什么消息了？还在调查中。好啊，继续监视，静观其变。是。你去把陈子轩带回牢房。吕总，你不是心软了吧？陈子轩经过这么长时间折磨，身体和心理应该都达到极限了。就差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了，盯着点。是。
说，也不给弄点好茶叶。行了，有水喝就不错了。嗯，伺候着。虎子，你说你下手也够狠的，打我都好几天了，身上还疼。怎么的？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吗？不是，我想一个很特别的招。嗯，我想派一个人去强奸陈子轩，你说怎么样？你这招还真够特别的。那陈子轩是吕作的女人，你也敢啊？没办法啊，上面催得紧，再这样下去，吕作就完蛋了。陈子轩刚受完刑，身心都处于崩溃的边缘，我要再给他使这么一招特别的，肯定能招，你说呢？倒也是个办法，应该能管用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缺德啊？这些官场上的事儿跟你说你也不明白。呀，你看你现在嘚瑟了还官场上的事儿。来人呐，把这个共匪给我押回去。长官，人到了。金教皇，知道我是谁吗？知道。把你从独龙山上抓下来，你不亏啊！听说整个监狱的犯人都听你的。你这意思，我还得谢谢你们周旅长。犯人都听我，那是因为我金雕王心狠手辣，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？说吧，今天叫我来有什么事？怎么着？国君面前还敢这么威风？怎么着？要不把我们放出去？说实话，这地儿我们还待够了呢。今天呢，还真有一件事让你们去办去。那个共产党那个小分队把你们祸害得不轻，里面有一个叫陈子轩的女人，你还记得吗？那能忘得了吗？我今天让你去报仇，